啊，我们那个剪这个桑树丫丫，然桑后树丫丫。桑树丫丫不用那什么了，不用扎手了。你们想不想听？想听的打一个一，好不好？你不会说要请人来弄吧？啊？你不会要找人来弄吧？不是啊。我就说，我说你怎么可能要找人来弄？想，那个截肢小马姐姐，你想知道是吧？不是手套，你们猜，不是手套。我有办法让我们不扎手了，而且我发现一个东西。也是你家的，你经常用的一个东西，你每天都得用的一个东西。我知道是什么了。是艾玛，你们猜到了吗？啊，我们先弄一背篓回去，然后咱们再来。那个就方便。嗯，我们得回去给他们看。对对对，这用竹子做的那个夹子。要不这么，我们俩先回去拿过来了，不再拿个背篓。然后我帮着背一点。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行，可以。要弄脏你的衣服的。不会不会。不行。不行，可以。不要。可以。我少弄一点没关系的，我少弄一点，又不是。龟醋哥来了。龟醋哥。龟醋哥怎么又改名字了？你怎么知道他是龟醋哥？因为我看他那个灯牌和那个等级。哦。对。火钳是吧？对对，我们这边是用竹子做的。等一下，带你们回去看一下我们民族的火钳，好不好？你们想不想看？我去把那个背篓拿过来。想不想看我们民族的火钳？帅们，你们想不看金？想不想看金枝家的火钳是什么样的？啊？想看的，咱们打个响。这个其实不重呀，金枝。对呀、啊，很轻的。很轻的，哎呦。抓得很重，你少弄呀，对吧？用那个，你觉得我聪不聪明？聪明吧？聪明啊！本来富哥本来就聪明，对不对？富哥本来就聪明。我因为，我们多弄点这个，多弄点，到时候你好引火，然后再挂腊肉，好吧？小富，你不能太累了哈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姐姐。这个要不踩一下？我来把你小心弄到你。哦哦，哎呦，扎脚，小心你小心。哎呦，小心！哎呦呦呦！这个虽然哈它方便，啊、但是好用，但是它不好弄。对。好用不好弄。我们再弄点儿，那边还有，我来吧，我来，这个不重，我就一只手就拿了。哎呀，金枝是你见过最好的女孩呀！哇，谢谢您的夸奖。龟醋哥，最近在忙啥呢？龟醋哥，我觉得我们那个金枝。我们少弄点，因为那个的确有点扎手，然后我们就回去拿那个再来那什么，好不好？好。对，我给他弹一下。对，叔叔阿姨们，你们把那个七号那一天，明天就是明天下午2点钟的直播，你们可以预约一下。因为预约了你们才可以，到时候才可以知道我们开播了，知道吧？明天我会给大家分享我们今天背下来的这一炕腊肉，好不好，叔叔阿姨们？可以啊。那个金枝这段时间他在做腊肉，他爸爸去收山货去了。对。叔阿姨们，你们猜今天中午我和金枝在哪里吃的饭？你们猜一下。啊？他肯定能猜到呀。他们能猜到吗？肯定能啊。不一定，我觉得不一定。肯定能猜到的。肯定能猜到是吧？叔叔阿姨们他们很聪明的。小心，这个很扎脚。街上呀，不是街上。啊，没有猜到呀。他们没猜到。他婶婶家呗。对，所以说我们在那个婶婶家那儿多待了一会儿，然后那什么，不是二叔，是小叔家里边。对。
然后多待了一会儿。小苏去哪儿了？打工去了呀。打工去了哈。嗯，因为我们就是男生，我觉得男人出去打工，女人在家里面，就是做家务、干活、干农活啊，就这些。然后我小叔就一直都在外面，就是做那个，就是隧道里面。隧道里面是吧？嗯。哦，那个还是挺危险的。啊、我背吧。我背，我背。啊？我背。你背吗？弄到你的那个脖子，走吧。哦。有心上人在哪儿吃？又有鸡吃了，我没有，我今天不是来混饭吃的，叔阿姨们。叔阿姨们，我今天小富今天不是来混饭吃的，对不对？干活的。对，我今天是来干活的，对，能搬金，我是这么想的，我不知道我想的对不对。其实我能搬金枝，多干一点，他就可以少干一点；我能帮他干一点，他就可以轻松一点。你们觉得这样对不对？但是其实他老不让我干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就有点讨厌了。他老不让我干，哪有不让你干活你还觉得我讨厌的？对呀、啊，我就这么觉得呀，事实就是这样呀。那个叔叔阿姨们，你们一定要把那个预约点一下哦。这么，我干脆我叫我妈来看直播吧。我给她说，就是因为她给你打了招呼，你现在活都不让我干。不行。不行啊。叔阿姨们，我叫我妈来看直播，行不行？不行。行，那咱们打个行。你又不干，还说别人不让你干，我干，他不让我干呀，行吧？我让我妈来看一下，你看，就因为他打了招呼，然后金枝啥都不让我干。哎呦，金枝，哎，这个扎我脚里边鞋里边好像进什么东西了。不知道，我下来看一下吧。鞋子里面。啊。好好的讨好金枝家人，得到他家人的支持。对，我现在就是这个计划呢嘛。反正婶婶今天，我感觉婶婶挺喜欢我的，金枝。婶婶是不是挺喜欢我的，啊？真的呀，他比我妈妈他们都还要喜欢你，对吗？他问我你多大了，然后还问我你结婚没有，因为他不知道你那个嘛。啊。然后他就问我，他说那，你准备嫁给他吗？然后他就问我。那你是怎么想的呢？他都问你了，你怎么给他讲的呢？我没回答呀。你为啥不回答呢？啊，你怎么不回答呢？为什么不回答呢？我怎么好意思回答嘛？我肯定不能回答呀。为啥不可以回答的？回答了过后，那什么，他就可能会在你爸爸妈妈面前说好话的。不是，你婶婶跟你爸妈一起，就是他有发言权吗？没有。啊？没有。完了。还有告诉你一件特别惊讶的事情，我们不是都是相亲吗？啊，然后他就是我婶婶，就是我小叔，他是自己讨到的老婆。哦，那说明你小叔有能力啊。就自己讨到的。啊。他是什么？他当时在外面打工，嗯、然后就是有一个他的，反正就是说了以后、嗯，然后就反正。好像是他是在那边帮他们做饭，很多人就去那边就是干活、啊、然后他就去帮好像是他的那个时候工地上面吗？对，不是啊，就是隧道里面的吧。对，去帮他们做饭、嗯、因为他们是一起去的，就是一个村里面很多人一起去的、啊、然后他去帮他们做饭，然后做着然后就把他给讨回家了。哇，那你小叔还是厉害呀。之前他们都反对。那你小叔跟你爸爸一起，他说话有分量没有？嗯，我爸爸才说话才有分量呀。我爸爸是老大呀。小叔不是舅舅啊？小叔是他也不是我亲叔叔，他是我爷爷兄弟的儿子。我的亲叔叔就是我的亲的小叔的话是没有他是什么？他结了两次婚，离了两次婚。就是你们那个彝族，就是说话有分量的是舅舅，是不是？对。那你。要不看你没见过我舅舅，我就是没见过呀，我去
拜访一下舅舅。我舅舅他们住的比较远，这里过去的话可能一个半小时。一个半小时，你一天我也得去呀。舅舅既然说话分量在那儿是吧？那你知道我有多少个舅舅吗？你有多少个舅舅？我有很多个舅舅。有没有人知道的？我们猜一下好吧。应该好多人都知道，因为我给他说过，说过给大家说过我的外婆生了多少个孩子。我外婆她生了12个孩子。那你这得有多少个舅舅啊？说艾玛，你们知道吗？说给小福听一下好不好？金子说他有很多个舅舅。你们知道有他有就有多少个舅舅吗？你们看看，姑娘都把话打开了，还不表示表示，表示啥？十二个舅舅呀，总共有7个舅舅，8个舅舅，100个舅舅，总共就生了12个，然后现在8个，还有8个人，还有8个在。哦，那有几个舅舅啊？反正现在6个。我的乖乖，活着的还有8个人，因为我外婆生了12个，然后现在还健康活着的就有8个，8个，吹过舅舅，吹个就全国舅舅，全国舅舅是什么意思啊？他们说的是吹过舅舅，因为我之前带着他们去收过山货，然后因为要问人家有没有在家。就要问催一个舅舅，就催一个舅舅，就是有没有人在家？他们不是，他们打的是全国舅舅，全国都是舅舅吗？啊？是全国人民的舅舅。催一个舅舅，催哦，就是等于是有人在家吗？对。催一个舅舅，就是有人在家吗？对。那以后我来找你，我可不可以叫催一个舅舅？可以啊。催一个舅舅。你舅舅多不能催，还有5个舅舅，有5个吗？啊，妮子。5个。啊。没有5个。还有几个？3个舅舅。还有3个舅舅。我有3个舅舅。那3个舅舅都去。大舅、二舅、三舅。然后。三个舅舅，大舅、二舅，还有呢？3舅。三舅。啊。4舅呢？我们是这样喊的，五牛、五黑、五子。4舅呢？我没有4舅呀。5舅呢？没有5舅呀。6舅呢？五牛二奶二子。啊。都是我开头的。那哪个舅舅说话最有分量呢？哪个说话最有分量吗？对。那个我的大舅，对。大舅是吧？其实我妈妈说话比较有分量，他们的。那我觉得你妈妈对我的印象还是挺好的呀。啊。那个那什么金子啊，咱也不去单独就是说只拜访一个舅舅了，咱3个舅舅都得去看一下。因为你看我来 我来不想带你去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是很偏的农村。没关系啊，没关系啊，路也不通，走路要走40分钟。叔叔阿姨们，我必须去，对不对？你们支不支持小福去？支持的咱们打个支持。那里都没有灶头，他没有那个厨房。没有厨房，对，只有那个就火坑，连吃饭都是做饭都是在那个火坑上面。火坑上面，就是我那个我这里熏腊肉的那个坑，那种就没有厨房的。外婆特别喜欢我，外婆很喜欢我的，就是等于是，哦，他们说那个叫火坛是吧？对对对，火坛。哦。就，彝族的火坛，就是生在火坛边的。民族不是，我觉得不管有多远，然后还有他们要在地上吃饭，我真的不想带你去。因为我要去，我觉得我因为那里是真正的比较偏的彝族地区。说艾曼，我还是得去一趟是吧？但是我觉得我害怕，我觉得你害怕啥？你不去，我要不我有时间。不是，我认为就是喜欢一个人要喜欢他的一切，对不对，叔阿姨们？你喜欢我就行了呀，你不用去喜欢，不用去做那些事情。啊，应该去是吧？无事生非，什么无事生非啊？当然得去。金子，哎，我觉得要不咱还我觉得找个时间咱一起去一趟。立冠，3个舅舅住3个地方，你一天你还走不完。一天去一个呗。
三个舅舅住三个地方，然后我的二舅，我就是我的阿我爹，他是有点残疾。那更应该去看看他。嗯，我觉得。然后他很年轻的时候，他生了儿子以后，他的老婆就跑了。啊？老婆就跑了。老婆跑了。嗯。为什么会跑呢？因为条件太差了呀。所以就。然后，说话都说不清楚。我二舅就是这个，因为可能这个事儿对他有影响是吧。嗯，所以我的舅舅他总是跟我说，他说你他说你不要随便去嫁人，他说他一直都是说他说你不要去随便嫁人，然后他说他不怎么喜欢女孩子，不喜欢女孩子是吧。对，所以我都很少去那里。阿妹嘛，那这个咱们下来再商量吧，好吧？咱们下来再商量这个事儿，不用送礼物啊，叔阿姨们。那个，你们点点赞，点点关注，然后把那个七号的那个预约一下，好不好，叔叔阿姨们？明天下午2点钟给大家分享腊肉，就我们今天背下来的腊肉，明天下午就给你们分享，因为不是天天都给你们分享腊肉。对，在这儿。因为天天分享的话也做不来不及，对不对，叔叔阿姨们？对。熏腊肉怎么也得要10来天10多天、嗯，然后我那个肉一直都在陆陆续续的在进，然后给它熏好了，我才能给你们分享。所以你们没有点关注的点点关注，没有预约明天下午直播的预约一下下午的直播，嗯、好不好？这个对我这个得到时候我和金子一起，商量一下，好不好？要不我们挂腊肉呗，走洗手呗。洗手挂腊肉，我要不要洗一下？你不用挂。我、啊？你不用挂，我挂就行了。你挂，我帮忙呗。你不会。你等一下，挂不好也不行呀、啊。挂不好不行、啊。好好。等一下，我洗一下，我。朋友们，等一下，我洗一下手。只要对金枝好就行，是吧？拜访一下金枝的姐姐，可以，没问题，肯定要。他说一周年的时候，金枝的姐姐她要回来。对，我能帮忙干啥？你能帮我拿这个钩子吧？钩子是吧？嗯。钩。哦，我给你递是吧？嗯。然后你拿去挂在那里，挂在那边吗？挂这里熏。对，就这样吗？对。哦。对，就这样吧。还好我个子高。叔阿姨们，刚刚洗的手啊，腊肉这个不影响的啊，这个腊肉不影响的。对，这个真正的这个农村的叫什么传统工艺腊肉是吧？这个不影响。刚刚洗的手，对的。你就站在这边呗。我就站这边啊。让你转来转去的。没事儿，没关系。你挂的不是一个方向。不是一个方向吗？这个影响吗？不影响吧。没事。啊、哦，不影响哈。我说不怎么美观。啊、哦，没关系啊，这个好吃就行了呗。对。叔阿姨们，咱们那什么，金子、哎，我想试一下你这一看的腊肉。等一下我给你煮啊。行。等一下，今天晚上就吃腊肉行不行吗？行。然后再给你煮点香肠。对。把这里的都给你煮一遍。都煮一遍？不用，浪费，就搞个腊肉吃吧。哇，这个腊肉真的好，叔阿姨们，真的好不好？你们觉得好不好？好的，咱们打个好。你们可以预约一下啊，叔阿姨们。对，哇塞，太好了。没事儿，叔阿姨们，这个就是带大家沉浸式的挂腊肉，好不好？咱们没有点关注的，咱们一起点点关注，好不好？那个周斌哥哥吧，叔叔，你那个点个关注，然后。点个预约，对，明天统一给大家分享。对，明天统一给好多人都大家分享，因为这个东西很快就被人抢完了。
对，所以现在就不能给大家，要公平起见，等到明天一起抢，所以你们把那个预约给点一下，好不好？把那个预约给点一下。沉浸式刮痧肉摔嘛，对，这个金枝说这个还得熏一下，还得熏一下。对，今天还要熏，今天这在我这里再熏一下就行了。对。哎呦，我再矮点我就挂不上去了。你们喜欢吃腊肉吗，叔叔阿姨们？叔叔阿姨们，你们喜不喜欢吃腊肉？我们家的腊肉你们喜不喜欢吃？他们肯定喜欢吃呀。把金枝做的腊肉真的好好吃呀，香香香，闻着有一股香，一个木香的木那种木头香吗？对呀，青甘树熏的呀，青甘树熏的啊。嗯，挂满了哦，金子挂满了吗？那就挂这边吧。哦，后边还可以挂。嗯，后边也给挂上是吧？小腹有多高？小腹一米七，就是个子有点矮。一米七，你们觉得矮不矮？矮。你们觉得一米七的身高矮不矮？其实我想长到一米八，但是长不上去了。长到一米八，穿鞋子一米八了。增高鞋吗？啊？啊？可以吗？这样。是有高跟鞋吗？买一双高跟鞋穿。不矮哈。不用挂在肉皮上边啊！他们说这个不安全，不用挂在肉皮上边。金枝做这个很专业的，你们放心啊，叔阿姨们。还有他不会在这里挂很久呀。对，他去年就开始做腊肉了，所以说不用担心啊。对，哎，没办法，这个已经没法长上去了，长不上去了。哎呀，哎，这个又是反的。反的。啊。哇，这个肉好哎！这个，我记得他们说这个叫啥，二刀肉，二刀肉，这个叫后腿肉，这个叫，也叫二刀肉是吧？也叫二刀肉。反了，反了。这样反了。对呀、啊。这样不反啊。哦。腿子后腿肉，中等身材，对，我算是中等身材吧。就是也不胖也不瘦，就是刚刚合适。哎呀，哇，这个肉好，这个肉看着就好。辛苦你了。不辛苦。我们打一波，富哥辛苦了。不用不用不用。辛苦了。这打三个字辛苦了。我觉得我这个都是应该做的。没有什么应该做的，我觉得你真的对我太好了。应该做的。如果没有你的话，我就自己一个人要弄到很久很久。现在没卖，我们就不给大家说多少钱一斤，好不好？你们点个预约点。反正就是便宜。就是比较特别实惠吧，就货真价实的实惠，对不对？明天点预约，叔叔阿姨们，明天好不好？对，你们点一下预约，下面有一个弹出来的一个预约，你们可以预约一下，叔叔阿姨们预约明天，到时候明天开始抢的时候，你们到时候明天就可以，就可以收到通知，开播通知。对，他有提醒。一定要点一下那个预约，一定要点一下那个预约哦。金子，哎，这个反了。嗯。这个反了。看看你吧，其实反不反都无所谓的。我可能有点小小的强。